容祖儿一连18场的演唱会正式开锣，有部分歌迷因为路面交通情况受阻而嚟唔到。大会宣布，有保留到完整门票的观众将会安排退票。一开始，容祖儿就在一个特大球体入面登场，着住设计概念应该是来自蒲公英的舞衣。360度自转唱完第一首歌之后，佢就翻翻入去呢个特大球体入面。之后佢除咗个蒲公英，整翻件超火辣舞衣再度登场，用串烧快歌炒热气氛。至于头场嘉宾，就是令全场歌迷都疯狂的歌神张学友啊！好多人喜欢唱翻呢只歌，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呢只歌系我写噶啦？咁啊，当然啊，版税多咗好多啦，即系佢唱咗又要俾我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除此之外咧，啊，令到啊，即系我同我中意都争一倍嘅。到系咧，我真系中学开始听。佢之後俾邊個咧？因為通常都話小學噶，又或者我爹哋媽咪係聽你歌大嘅咁啊，所以啊，我覺得學友哥哥係冇年齡嘅限制嘅，係啊，你嗰啲歌而家翻聽啊，我話俾你聽喎。咁你想聽邊只歌？係啊，咁下次又嚟做你嘉賓，咁又出第二隻歌好嘛？你講噶，你自己講噶。誒，我啱啱出道嘅時候咧。就怪翻我車嗰陣時啊，撞咗你架車啊，係啊，咁唔好意思，你都冇記喺心裏面，咁然之後我哋一齊做 gym 啦。我唔記心，我點會提醒你啫？我又記到依家啦。我覺得Zoey係應該我自己覺得嚇喺現今樂壇裏面咧係具備曬所有最好歌手嘅。都是第一次的，對唱歌有熱誠，謙虛，努力，即是他會挑剔自己，即是會一路挑剔自己，我唱歌會做得不夠好呢，又敢挑戰自己。